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那我现在在那个长隆的银塔的贵宾室，叫做 Cube。这里跟那个商务舱贵宾室不一样，小小一间，但是人也没有很多。但东西呢，就是一些些这样子，但我觉得也蛮足够的。看一下，我女儿已经睡着了，她刚刚就是在哭哭，就是因为想睡觉，累累的。来看一下我刚刚加了什么。我刚刚加了，我加了装的饭，加了一个水煎饺，还有鸡肉菜，空心菜，加一点点吃。现在才4点多，离我登机还有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吧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刚超好笑的，我跑去另外一个就是商务舱的，但银行会员跟商务舱的那个贵宾室用的是不一样的贵宾室哦，不要跑错间了。是上了手扶梯之后右转，然后直走就会看到，右转后直走就会看到贵宾室在你的左手边，叫做 Cube。好啦，那我要来享用喽。